Hello， 我是盖伊。我好，我是世伦。今天呢，跟大家讲一个坏消息跟一个好消息。坏消息就是我们的药师他因为腰闪到拉伤了，所以今天没有办法出席我们三剑客战队。好消息，我们今天来了另外一位破关机器世伦。耶、yeah, ，希望今天可以顶替药师拿到好成绩。没问题，如果今天是靠你 carry 的话，然后就可以产生这种代班制，有没有？好，没问题。我们今天来到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树林分队，有没有觉得这个场景很眼熟？有一点，这场景就是当初拍《火神眼泪》的一个场景。一排人全副武装走出来的时候，然后每个都一不像，啊，没有，刚好就好，刚好就好。哈哈哈哈哈！这地点，好，My Gregor。Slow motion 哦，哎，不想，你要原地啊。那来问一下波波，如果给你机会当消防员，你会想当消防员？不要，为什么？因为太累了。一年半讲三个，时间固定，如果工时太长，值班太久，对，那其实是不是应该多一些弟兄来轮？我也觉得应该多一点，而且这个东西就是你出勤啊，如果有一个意外的话，就会很严重。你讲的很对，就是精神状态一直都要维持在很好很好的状态，可是一直维持在这个状态就会很容易累。那就加入吧，棒。就加入吧！我的年已经超过了，欸、你们还有机会。四轮一定可以。好，我们今天就来用我们的体能来考验一下，我们到底符不符合资格。哎、欸，你讲对了，我们今天就是一个组队赛，非常非常的刺激。今天会有三组猛男。我刚刚有稍微看到他们体型，因为我是高大学，强壮是帅。现在就让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参赛队伍。终于凑齐三组猛汉了，我们新北消防猛男队，新北消防加澳洲消防猛男队，二级，三剑客猛男队，二头、三头、四头，大鸡鸡 ，yes。Hey guys, you all look strong and handsome. What is your first impression we make on you? You guys are also very strong and handsome as well. Just maybe a little bit. Yeah, that's all. Yeah. I think this is very offensive. Let me introduce my team. He is one of Taiwan's most popular YouTubers of Polly. He is our translator. 好了，盖毅，我们今天不是来学英文的，我们今天是要来挑战消防闯关。好，准备好了吗？好了 ，Are you ready? Ready。那我们比赛开始 ，Yeah。新北消防猛男队准备好了吗？好，那我们就比赛开始。Thank you.
很累，对不对？是不是会缺氧？会啊，会缺氧，直接认真大爆汗。对啊，好的。你们觉得刚挑战困难的地方在哪里？拉轮胎，轮胎，轮胎吗？轮胎跟假人，假人，假人很难，假人也蛮难。假人真的重，它吸水之后变蛮重的。我吸过，对对对，刚下雨，应该有机会破百吧。这个还真没有试过。正常体重是大概70-80，有下雨吸水可能10公斤。学长，还有刚刚的成绩是3分37秒，很稳，就是走一个安全平稳，还没有爆冲。他们是把它真的当做一个平常在执行时候，因为真正在救人的时候，你耐力要很。不像我们，我们一定上去就爆冲就没力。ATP 用完。在里面问一下学长们有什么小诀窍？小诀窍，小诀窍分享一下。刚搬假人的时候，你可以把假人抱到你的胸口再把重量靠在身上，对，尽量把他身体抱起来，放在那边，尽量不要让他转，搬起来之后往前推一下，往前推，先推一下，好让他滑一点。我觉得水枪重点是要射得准，那个要一个指挥。对对对。刚刚多少？三分多少？3分37秒。我们三分出头就好了。希望了，加油，加油。
Keep going. Putting the gloves on. Also having to try and drag the tyre by yourself. You know, you need your teammates to come up behind and help out. Yeah, just with the gloves underneath the tyre, lifting up, there wasn't very little room to lift. L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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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yeah. You gotta fly through the pain. Oh. 第一关刚开始的时候 ，Mel 手套有点戴不起来，就是想问一下是发生什么事情。 There's a little loop inside that I kept getting all my fingers caught on, and I couldn't figure out what was happening. I couldn't get it past here. I thought it was just actually a tight glove until I got past sore and then tried to wiggle around. 手指都找不到洞，找不到洞。然后我想问一下，因为我看到冰田就是自己一个人跑去那边拉那个轮胎。自己一个人想当英雄在那边拉轮胎，但发现拉不动，连他那么大只、那么巨的人都拉不动吗 ？No way. I thought maybe with a bit of extra weight, but nah. You need your teammates. There are teammates. 没关系，我们也有前两队的经验。对，没有台湾的消防跟澳洲消防的这个经验。我们有机会。不能输吧？不能输啊！不能输吧？拼了！拼了！拼了！OK. Thank you. Hey, good luck. Thank you.测试来哦！快给哦！哎，拉链快给哦！谢。哇，波波第一个哎！哇，穿就累了。
来，你当头吗？你要狠吗？来啊！来，啊 ，Go Go！ 来 ，Go！ 来，来，一二，走 ，Go！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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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我发现一件事情，什么事？你有没有发现刚在看前两队在挑战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他们感觉动作很稳很慢？对。然后自己实做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快不起来？穿着衣服做动作跟平时运动差太多了。你蹲得下去吗？还可以啊，蹲还可以，蹲还可以。我这个，我的腰没有大件，勒太紧了。对对，你这个绑带蹲不下来。我刚在搬轮胎的时候，因为我蹲不下去哦，所以我都是用腰 RDL 手插不进去，对不对？我发现其实翻轮胎手指头最用力，然后到后面那两个脚要很用力。其实最后两个是最累的，而且都把能量用光了。我觉得最累应该就是扛人，轮胎。没有，我觉得轮胎最累。轮胎，因为它又放在最后一下。扛人最麻烦是一开始那个转弯，对，要先掉头。哦，你们都有掉头？没有，没掉头。我就直接把它拉，没有，我把它直接真的，他的脚直接从这样，因为他趴着，我就把它拉起来。对对对。那你全身看暖？可以了，可以了。OK， 怎么样？就人再怎么样，他会 hold 着一个角度，那个是完全太软的，太软。对，那你试看看，你整个软掉了。还蛮轻的，这有比较好拉。很轻，不是不准，你要先翻完轮胎，你再来扛我。那你们就知道消防员平常训练有多辛苦。哎、欸，很猛，我觉得这很强，一般人来应该是。我觉得 run 一 run 没办法完善，大概你一天就练完了。他们主要是要做的确实。运用在真实的火场里哦，那真的很累。我是觉得我们应该超过三分半十分，我自己预估了十分内吗？该觉得多少？我觉得应该四分半，我觉得有四分内。新北消防学长是3:37，对。澳洲消防员是4:47，哎，对。三剑客战队是5:07，哎，这样，哎，猪料，哎，哎，学长刚刚讲，及格最差最差要5分钟以内完成。哈，哦，3:37，那个跟鬼一样哎！大家想不想？好不好奇？一般人。我们的企划啊，摄影啊。我们三队终于都挑战完成了，真的是猛汉哎！真的，我真的觉得你在动作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时间过那么久，做完才知道啊，我们竟然那么冷辣，快不起来。我想访问一下，就是澳洲的消防猛汉，对我们刚刚的表现是怎么样 ？Drag of the tire very strong. Yes, thank you. To improve on is put it on the turnout gear. Zip got stuck, gloves.But still very good. 我觉得我们拉轮胎超慢的。对啊，在那边说不能作弊啊，因为你们是走到蓝色线前面。哦，我懂意思了。我们应该要在这个蓝色后面，然后只能拉到那一段。哦，然后还输。Okay, I told them that you were standing there and said they cheated because they were like over the blue line. We didn't say they cheated. We just followed the rules. 我也很好奇，问你就是像澳洲消防猛男这么帅的等级，这么高，这么壮，他们真的是消防员吗？看起来很像 model. Yeah, we actually do have a Australian firefighter calendar, and we have some right here for you. There we go. That's wow. That's you. Yeah. Oh. Yeah. 这个每个都拍成这样是怎样？每个都很帅。What a handsome guy. 他每个都很帅。Who is? 没有，我管。
大概四十出头，我觉得。40 or more. 40. Why? 五十。50 or more. 五。五。53. 哦，53哎，53岁的二头肌很强哎，他的肉很多哎，所以林肯是真的喜欢小狗的。哦耶，对啊，love doggies。这个笑容就是超级阳光的。Yeah. 澳洲消防猛男，消防猛男，阅历超赞，阅历小赞，一起来。一起来帮助癌症儿童，癌症儿童，野生动物，野生动物。今天的挑战真的是非常有意义，就是模拟消防员可能在现场会遇到的状况。我发现真的是很不简单哎。其实我们在看的时候都觉得他们速度没有很快，自己下来我发现爬快之后翻地下，他们感觉真的快不起来。而且我觉得他们拉轮胎那边我们没有去配，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拉。你们刚刚看我们三个人，觉得问题出在哪里？应该是流程可以再顺一点。只要我们看起来没有快，可是就是顺起来的话，时间就不知不觉变快。对，你们有没有觉得澳洲猛男队他们的个人风格很鲜明？你们像是一个团队，他们像是独立的 superhero 超级英雄，每个都不一样。对啊，我们也每个人都不一样。真的吗？你知道哪一种不一样吗？我不知道，就是很多的都不一样。其实我们今天这些挑战只是模拟一些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小问题，但我觉得真的在火场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困难个十几倍，一定要。看哦，他们在现场的时候要戴气瓶跟面具，心率一提升之后，你耗氧量很大，然后你会觉得呼吸特别困难，现场的动作真的很难快起来，你要注意氧气。有没有很多民众可能看会说，消防员动作怎么看起来慢慢的？会不会遇到这种问题？我们出行快，但是我们在现场，我们就是稳稳的把每件事情做好。我们真的是要为我们最勇猛的消防猛汉致上最高的敬意，谢谢大家，谢谢保卫我们的安全。那最后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澳洲消防猛男的这个阅历呢，已经开卖了，资讯在下方的说明栏，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点进去看一下哦。每个都很帅，这可以曝光吗？这是要花钱看的，这三张给大家免费看一下，其他的不行。看完了澳洲消防猛男的阅历，我们是不是也来看一下新北消防猛男的阅历？每个都好干哦，不是每个腹肌都对啊，都小刻度都长这样子是怎样？不要骗哦，学长，这个是不是先检查一下？刚刚是吗？这个是不是都修过？这个每个腹肌都对啊，你看哇，都炸成这样哎，超夸张的。然后还有搭配妹子，凭什么可以搭配妹子？好，那想问一下学长们，就是如果想要这个阅历的话，要怎么样有办法取得？购买资讯现在都在我们新北消防发文面的粉丝专页，都可以取得我们的购买资讯跟链接哦。好，那今天呢，真的是要为我们最勇猛的消防猛汉们致上最高的敬意，他们都是最勇猛的男人。好，里面最后呢，如果大家对澳洲消防猛男的阅历有兴趣的话呢，连结在影片下方的说明栏。那最后也别忘了新北消防猛男。好，那今天里面呢就先到这边，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会在影片下方留言。我是盖伊，我们下次见，拜拜。